都说去黑暗森林会失去一样重要的东西，碧红师兄跟我可什么都没失去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眼睛进沙子了。师弟，师兄，你这么急忙上哪去啊？烦请师兄帮我保密。时下约我去后山，我已经答应师父今生不再见时下，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